人归天地，万金思慷慨。东家，搞钱庄的向来就是水过地皮湿，咱们吃的就是过路钱，干嘛要把庄规定得这么严呢？这有些不像你的做法。唉，在京城开钱庄，你以为是这么容易的事儿？是，我们如履薄冰啊。你知道是哪些人来存银呢？哪笔银子背后又有埋伏？哎，东家，既然这样，放俩人做做转会也就算了。我的柳乡里啊，京城的银子花起来多有气势啊！这是，只要各位当官的把银子往我这里一放，就算和我胡雪岩绑在一起了。再说，在京城开银柜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听朝里的反应，观朝外的动静。丞相啊，干钱庄这一行，不知这点是不行的。看起来，先生您拿好，这商无官不安，有了官也不安呢。只要看准风向，
咱们准能赚大钱。过来，请。以后在京城还求安达对我们顺天府康钱庄多多关照啊。嗯，郭先生留步吧。好好好，请。哎，回去问李安达吉祥。好吧。快走快走。好。哦，哎，请安达指教，这文大人是什么人？哎呦，我的祖宗来了，刑部尚书、内务府大拿、武英殿大学士文玉文老先生。快走快走。请安，大人。哦，是你呀？怎么，李大总管也来凑份子啦？啊？哦，大人吉祥，大人吉祥。杭州胡雪岩拜见文大人。你，就是胡雪岩？在下胡雪岩，给大人请安。起来。谢大人。让我看看。好，透着少宁帮的样。谢大人，大人能到小庄来，小人荣幸之至，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硬了。你有四省银税做底，可以把皇亲国戚六部衙门的家底儿全划了来。哪里哪里，请大人，请。喂。大人里边请。大人，您这边请。您请坐，来上茶。哎，大人请用茶。您请。哎，文大人，啊，你们去忙吧。啊，好。大人，这是您的20万两银子，不计利息。怎么没有利息？大人，小庄便是大人的银库，以后您到这儿来，不限金额，随用随取。刑部尚书不可执法犯法呀！再说了，京城里比我腰粗的多的是，都来依存进取。你钱庄岂不空了吗？按息而定，不可多虑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嗯，呵呵。大人，丞相，东家，账都理好了吗？全都理好了，都是大数。东家，出去走走吧，啊？知我者，柳乡里也。阿宝，哎。上门板吧。
东家，这是在替瑞锦说话。请。豆包啊，热豆包啊，吃豆包吧，吃吧。老人家，这儿哪有好玩的地方？热豆包里外全是粮食。东家，这是向您张嘴的。那就来。这银子您拿好了。对，走，去吧。嗯，八大胡同，抽筋拔骨的地界。老姜，走。八大胡同怎么起这么多？二位爷，上楼来吧。这是小木柜，唱什么？我要这个，这红不红？给我拿这个。我要这个。一会儿跟谢谢钱啊。上来呀。东家。东家。咱还是回去吧。程翔，你也该见识见识。走去，八大胡同一转，有眼尖嘴快的，明天一早就像疯似的，都刮着胡大老板逛窑子的瞎话。你怕了？我是说这名，这名声。这位爷，走到楼上去。我要的就是这名字。我来陪你好吗？走，东家，走吧。哎呦，哟呵，二位爷来了，里边请。宝贝儿，坐这儿啊。您拿。宝贝儿，下个地方啊。来贵客了，接客。您喝茶呢？哟，二位爷。您慢请吧，您了。二爷，姑娘们来客人啦！你们快点儿，快过来呀！快点儿，快过来，快点儿啊！啊，姑娘们啊，舒服点儿。是我把你迎进门的。二爷，怎么样啊？啊？你看看，姑娘们，快来呀，来，快点儿。这是翠花，这是巧红，这是采莲。你看看呐，老爷怎么样啊？你看看呐，老爷怎么样啊？你看这个。上啊！哎呦，我说你是怎么想的呀？二爷，您说，您到底喜欢谁呀？来垫子呢，正守着阴天呢。嗯，这个我程翔，东家，打听打听，这个多少钱？哟，二爷，他是青衣小班的，只进桌面不上炕面。我就要他。要他行啊，二爷，你是想出条子呢，还是打莲台呢？我想放他远走高飞。什么？带他走？哎，东家，
谁呀？我，给你送饭。大哥，先吃饭。东家让我告诉你，妞子不好听，改名叫海棠。吃吧。大哥，他买我来干什么？先吃饭吧。我走了啊。哟，大嫂，你再坐坐了。不坐了，不坐了，你不可常来玩。哎，对了，你等我们家那大宅院盖好了，你可一定要来啊。我一定来。走了，你别出来了。这我说你呢，你来就来嘛，怎么还带东西呢？哎呀，就是自己家的，都是新鲜的，以后别带了啊。好的，你回去吧。哎，走了。大嫂，大嫂，胡家怎么还住在这儿啊？你不知道啊，元宝街正盖大宅院呢，可阔气了，住不了几天了。哎，姑娘，你是他家亲戚？不是的。就是嘛，我看也不像。哎，我来。你看多危险啊。姨娘，小妹妹长得多好看呢。哦，你这衣服谁缝的？是娘。太医，进去坐吧。不了，你知道我是不会进去的。为什么不？你们两个原本就很要好的，现在也挺好的。哎，太医，太医，你不恨我吧？恨？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真福气，还有个孩子，他不在，还可以陪你。他现在越来越好了，家也越来越大。可我没给他生个儿子，我真对不住他。他会对得住他自己的，要不在上海，他怎么这么待得住？别在外面说了。快带着孩子回来吧。他是在上海有人了。你告诉你家老太太，他的儿子是有出息了，不但在上海纳了妾，还是个戏子。太医，你说的不是真的吧？东家，东家，啊，给了老鸨200两银子。好，这个是契约，你看看。再给妞子10两银子，叫她做盘缠，打发她回家吧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嗯，嗯，
东家，这小玩意儿，挺精巧的。精巧吧？是。再精巧的算盘，也有打错的时候。啊，是。人间是非，是非人间呐。哎，真算不透。钟祥，哎，东家起来了。东家，什么事？他为什么还没走啊？哦，是这样，他不想离开东家，怕出不了北京城，再被人逮回去，想趁趁再走。哎，啊，东家，我见你连名字都替他起了，怕是另有派场，所以就没再催他。钟祥啊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我搭救他为什么？就是为了传出去留个名声。啊，是。你这么着不让我留骂名吗？这是北京，不是上海。啊，东家，那我就马上把他送走啊。恩人，恩人，您千万别把奴家送走。那些人眼尖耳灵心又狠，您前脚走，他后脚就能把我给眯起来。到那时候。他们把我卖到阴山背后，就更没活头了。起来，起来啊！快起来！啊，不是东家容不得你，是实在不好安排。恩人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也知道留下来会给恩人添些闲话。我想用恩人给的钱，在钱庄附近开个小买卖。这样既能抵挡歹人，又能找个机会报答恩人。你一个小姑娘家能做什么买卖？恩人，我想好了，这前门外一带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，我想在钱庄附近垒灶搭锅蒸包子卖。啊，东家，我看这未尝不可。嗯，你安排一下吧。哎，好，谢恩人。哎，起来。好，你先去吧。哎，哎，丞相你呀，阿宝，哎，东家，挑好了，都挑好了，不缺什么了吧？哎，东家也真是的，这点小事儿还用勤劳您大驾？我这个人生就怜香惜玉，再说叫一个小姑娘家抛头露面的，难为她。既然帮忙嘛，我就不抛头露面，怎么卖包子？还想给他雇个伙计不成？东家，东家怎么了？柳千里，你过来。大人，这样的石盒子你去买两个。哎，是。对了，刚才你说要雇个伙计，那就雇吧，听你的，马上回钱庄。东家，你看见谁了？我总觉得李鸿章一进京肯定是出了事。有可能。东家，东家，见到净室房的人了吗？见到了，也收下了。可他们说李鸿章至今还没有进过宫，也没听说要召见他。你问到根子上了吗？
是文艺大人给打通的关节。嗯，嗯，好，哎，回来，哎，掌柜的，哎，在京城，要舍得花钱买明白，哎，朝野上下，要设法交往。对对，如果朝里有什么动静，马上报到上海总号，啊。王爷，该用膳了。我不吃，退回去。哎，王爷，是福晋让把王爷的晚膳送进书房的。我说了，我不吃。哎，去。哎，如果福晋问起来，就说我吃了。哎，是王爷。禀王爷，江苏巡抚李鸿章大人求见。李鸿章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贵客到，贵客到，看座，看座。王爷到。李鸿章拜见王爷。啊，少权免礼，快起来，起来。谢王爷。仰观王爷容光焕发，虎目生辉，鸿章也就放心了。怎么，你又听着谁的破嘴瞎喳喳了？啊？啊，卑职听到王爷屈职歇薪，生怕忧国之心难泯，一到北京哪儿也没去，就来拜见王爷，以表孝位。哈哈哈哈。少权多虑啦，要是让跳蚤蹬了一脚，也有个好歹。在爷们儿还称得上什么鬼子六啊？啊？嗯，不过现在人家都是有劲儿扶旗杆，难得你李鸿章、李合肥还敢来拜井绳。来人，在。给李大人备膳。这，请慢。嗯，莫非鸿章真有这福分，正赶上王爷尚未用膳？哼，你就别和我比了。我现在是一口乌土水握在心里头，就是山珍海味也斗不起我这个馋虫来。不见得。啊，代劳。叫我的人把东西抬进来。这入膳，请入膳。哎，羊茄子焖对虾。啊，王爷，你看，大不列颠奶油鱼。好，上下一道菜。油烤螃蟹盖儿。嗯。这菠萝鸭子。嗯。王爷您请。啊，李大人您请。鸿章特意派人到东郊民巷的番菜馆订了一桌英式大菜，为六爷开胃解乏。好，谢了。
少全，夜猫子进宅不是不来，你怎么没办一桌法式大菜啊？六爷是大清朝办洋务的祖师爷，鸿章理应施先后祭。别打哑谜了，英国公使威托马和总税务司的赫德已经来过了。鸿章恳求六爷携卑职拜见皇上，奏明圣上，准鸿章兴办税事。你这哪里是奏明圣上，你这分明是借两宫太后垂帘，好让东边的责怪西面的独断独行，好让你李鸿章兴办水师跟左宗棠打个平手，对不对？卑职不敢。李鸿章，卑职在。你这是老虎嘴上拔毛，作死呢？嗯，鸿章不敢啊。王爷，把李大人扶到椅子上。谢王爷。谢。你也不想想，那西边的能容得下你往他眼里插棒槌吗？那是抠人家的眼珠子当炮踩的人呢。你若想达到目的，还得见老心儿，说醋甜，顺着酸劲儿套近乎。请六爷指教。他叫我鬼子六，可是跟他比起来，我鬼个六。他心里头装的都是马蜂窝啊。六爷，若不是立住八大臣，哪有两宫垂帘呢？这话就别说了。你要想争得水师，必败长春宫。到了那儿，你要想啃骨头，就得先嘬肉。两江总督不是还空着缺吗？对。你先把位子占上，再想法让左宗棠挪窝。谢王爷先人指路。不过左宗棠身为闽浙总督，设防千里海疆，正是当朝忧患之地，所以才准奏我们让他在马尾选址办厂制造铁甲兵船。这么一来，一时半会儿的他能挪动吗？谁让咱大清朝的疆土辽阔呢？你觉得东边重要，可还有西边呢。沙俄以穷兵黩武垂涎伊犁，英国人为防止沙俄得陇望蜀，在危机印度，他们也想纵容阿古柏入侵天山。这西线之危，除了他左宗棠，还有谁比这更合适的呢？对。哦，鸿章茅塞顿开，感恩不尽。哈哈哈！好好好好。来，干杯！啊，干！寿昌，哎。上海那批货到了没有？东家，还没到。货到了以后，你把这批货安排一下，赶快处理掉，好吧？好。丈母，你还过目吗？不了，我先走了。东家。啊，阿宝，他们进了什么地方？是个洋了吧唧的门脸。我跟老百姓一打听，说是什么王府。恭王府。对，就是恭王府。去找他。鬼子六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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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润谷斋，就是这家。我打听了，别看他们脸不大，可要是送大礼，非找这家不可。进去看看。嗯。二位请。大人请。哎，二位爷啊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啊。里边请。据说您这润谷斋有不少的好玩意儿，是吗？不知客官指哪些方面？稀世珍品。那里边请。啊。二位请上眼，若还不满意，再请到这边。请，请到这边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所藏不值，名不副实啊。受礼之人与你友情如何呀？主我生死，定我前程。哦，那他的家业怎么样？无法估量。好，您请。二位爷，您上眼。玄德炉，对了。若为赝品怎么办？愿开出具，甘愿受罚。若是有人追究呢？哎呀，看来二位是受惯了小礼的人，没受过大礼啊，还是到别处去找找。慢。我要了。啊，请选一个黄木雕龙礼盒，把它装好。哎，那就假了，此物是原装。您瞧，宣德炉共分五等，有栗子皮色的、茄子皮色的、糖梨色的、古铜色的，还有这藏经纸色的。颜色越浅，铜质越精，制作越良。您瞧，这是浅色的，再配上这个深棕色的盒子，这就地道了。多少钱呢？足色纹银15000两。什么？这么贵？您能否实在点？哎呦，我留着吧。慢，我要了。哎呦，原来二位是从上海来的呀！失敬失敬，好说好说。我再奉送你们端砚一台，象牙壶笔一支。为什么？先生，您看，您的这张银票虽说是官银，可是我要拿它到胡雪岩胡先生的府康钱庄去兑换，不但可以换成现成的银子，而且还可以再给我2厘的利息。我要是把它放进钱庄里不取，嘿嘿，那样的话我就又可以得到20%的利息。先生，您的这张银票
可是让我得了大利了啊！这胡雪岩是想把整个上海的官银汇总都抢到手啊！哎，二位爷，您慢走啊，回见。哟，先生来了哈！哎，您请，请请，哎，请。先生，您这是要？小海棠又送包子来了，送还能送几回呀？怎么，恩人要走？啊，把这个拿回去吧。一听说恩人要走，我这心里就沉得不行。哦，我听听有多沉。东家，嗯。东家，啊，说吧。江苏巡抚衙门的官票。李鸿章来江苏巡抚衙门的官票，就是这家递上来的。大宝是吗？哎，是，是来着。不干，不干，不干，要不然先上小店坐会儿，啊？你这儿又淘换着什么名人字画呢？大人，小店没那道啊，只不过是搜罗些破旧器皿，糊弄人而已。糊弄人？哼，爱糊弄的活该。若是教唆官人行私，你可吃不了兜着走，知道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哼，这家店子谁开的啊？我老板呢？老板出来。哟，二位爷，哎呦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里边看看。哎，我看看。您请，您请。茶了，哎，大碗茶了。快快快快，把门关上，快一点，快把门关上。谁？快，快上去看看。老先生。不认识我了。每一次五年，你等父亲，你家里的香。